秋意是，哎，刚才那个玉林哥啊，在整段跳舞当中，他的自律神经都是红灯的，的失调的。你是我们艺能界人妻里面的辣妹，而且你刚走过来，选内有五号，对不对？真的。对不对？我们这个鼻子，你也是宪哥，你们这样聊起来，好像当做我不在，是不是？没有时候，你在就不聊这些了，对不对？今天平亮讲啊，这个你觉得这个玉林是一个吃醋？ 很重的人，对不对？准备的哪一道菜来处理他？跟小罗子想跳。小罗子想，你的偶像吗？小罗子想支撑。他心里面他的偶像是罗子，就是罗子。对啊。哦，他这个人厉害吗？这个厉害吗？他蛮厉害，就是青春的霸体啊。太适合你了。青春的霸体。这么青春。对啊。要不要等他装好，我们再讲。真的吗？ 那我先邀请他出来，好不好？一起欢迎我们曾志豪。哇，青春的霸体。哎呦，哇，好久不见呐，跑去哪里呀？啊？就是最近都在闭关写歌啊，写歌是吧？对对对，要认真的创作，好不好？那个，哎，对对对，你今年几岁？27。27啊？哎，那个沈公玉林，47岁。 大二十岁而已啊，大二十岁。哇，不会演技，雅雅几岁？雅雅，我28。28，哎呦，登对哦，登对，登对，登对。年纪也也 OK 啊。对啊，你们两个一起这个配，哎，100，100，没怎么样嘛，你比我高，你看，你这样一个，他就没反应。我已经尽量压抑，不要让世人看出来。 但是身体是骗不了人的。你老公竟然飙到100，你个人有什么想法？他对你，他会中风了。不是，录音要不要先准备啊？没有，因为我本来认为说这段位可能安排类似像潘若迪什么那一类的。哦，没想到他当然推，因为曾子豪这个算强棒了。对呀。哦，曾志豪，他不是打棒球的。曾志豪，没啦。他是投手了。不是，因为年龄差太远了啦。好吧，今天两位就火力全开。好，好吧。绝对绝对。就带来的应该就是罗志祥的歌了。没错。还有算音乐的催化底下，那这个疯掉了。那他降不下来，我们还要这样子施压嘛？降一点点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他已经破表了。这个也下来一点点，下来一点点。但是
那照辈分来讲，我也算你阿景。用这个苦肉计，那雅雅也算是你阿静，所以希望你手下留情。什么留情不留情的？表演就是要无私的表演，你身体是投入嘛？对你身体是没有任何嫌疑，因为是一种艺术。因为我怕我老婆控制不了她自己，所以希望你看在我跟你爸爸的交情上面，他如果太那个怎么样，你把他踢开，我允许你把他踢开。可以，你哥只是表演啊，而且我们今天表演的歌曲是《真命天子》吧？哦，这样就对了。 要求我这一件事，想不出话来了，玉林哥，不讲话，对，很少看到玉林哥不回话，不讲话的玉林哥，我们没有看过镜头在你脸上，而你不说话，没有这种画面了，怎么会是这个样子？他说他是他的真命天子，塞了，刚刚哎，哇，哎，有什么话想说？这个时候是好机会，他现在语塞了，语塞了，无言了，无言了。 不好意思，那我们就正式要开始了。赶快跳一跳，赶快回家了。好，每个人坐在那边，两位准备好了？OK，好吧。如此辣妹交在你手上，好，好吧。一起来看《真命天子》。哎呦！ 是空白，心情心的不慌不慢，你总是爱耍无奈，感情世界一片空白，哦，你的爱，坐下等待你进来，谁都可以说在你心里。
是屁股。刚才那个玉林哥啊，在整段跳舞当中，他的自律神经都是红灯的，都失调的。哎呦，心跳虽然只有113下，但是那是因为他年纪大了。是，心也跳不快了，老到心上跳不动。好难过的消息，速度比较慢一点。哎呦喂啊 ！Oh my god！ 自律神经破表会怎样？如果到了极致，会人会怎样？那可能今天就是跟雅雅最后一次。我的天啊，这严重了，两腿一伸了。他快乐指数，我第一次看到他是零嘞，是。玉林哥人生不就最快乐？玉林哥笑不出来，这么快乐的人，我很少录影会不快乐。对啊，没办法，这个差20岁没办法。那你要再深情一集吗？你要不要上诉？怎么突然？他讲不出话。不是玉林怎么一句话都不说、啊？是不是受伤了？是不是中风了？还是我们动作还好啊？不是动作还好，不太好，不太好。对呀、啊，而且主要是你的表情。哦，小太阳出来了。不是他那个表情，其实是我们所有男生看都觉得有一点那种，哎呦，舒服。不是不是不舒服，就是这是正雨带梨花呢，有感觉的。所以我的还好嘛？你是动作不好。他的表情有点不太好。哦，当事人，哎，年轻人，哇，你哎，赞。没有啊，刚刚一直我在跳的时候，其实有注意看玉林哥的表情。你用余光在瞄。余光看，然后玉林哥就是有用那种杀气锐利眼神看着我。哦。好像我觉得我会哎，在杀气之下，你还可以跳得这么营救也不简单。刚跳的其实很好啊，搭配的很好。对，有的动作没有很 touch 的，一点都 OK 的 ，OK 的。对，起码你们那个互动，你眼神的那种感觉是很棒。对，然后他转过来，他摸你的头发顺下来那一幕。是两个感情是对的，中间有电流，情感是对的啊。但是玉林，我有看到一个画面，你没看到啊，就是那个至少他站在雅雅的后面，对对，怎么样？两个贴在一起，你那个角度看不见，我看得很清楚，真的不太可能。有磨到吗？是有回流，你要问，你回去好好问一下。你说志豪在雅雅的后面，对啊，志豪有在抖动吗？他没有抖动，真的吗？那舞蹈里面本来就有安排要抖动吗？对，有要抖动，还是你情不自禁在抖动？真的吗？对，这个等于是这个。